好。じゃあ、ちょっとついてきてくれ。好的。去买点东西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这个路线。这不就是那个嘛，定期联络，跟这个一样啊。每次来这边都要听一下废话。通讯官六哦，关于之前信中提到的木星占卜，我请开发部的女孩帮我算了一下，结果健康运、工作运和恋爱运都糟透了。那时我才发现，这种东西只是迷信，怎么可能观测木星就能知道我命运呢？太可笑了！哈哈哈。好的，我为什么六哦队员相当可爱。ほら、あそこに敵が見えるだろう。So, あいつとの戦闘データを取りたいんだよ。はい。では、さらなる科学の発展のためにいざ戦いたまえ。お。依頼されていた目的を達成。这边还有死在这里也太菜了吧！还是他玩高难度？好了，玩高难度可能就真的是比较难。恋爱非常相似。狗屁不通。不受伤的状态下歼灭所有敌人。好的。呜呼！依頼されていた目的を達成。嘿，要不还有吧？干！30秒以内打倒所有敌人。002，哎，破墙了吧？我鲁莽的士兵在被大自然吞噬的都市，看见俯视自己的红眼，太恐怖了。只要002。从战斗中寻求喜悦的演算法，哦，该不会还有？好，最后一次了，30秒以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歼灭所有敌人。太难了吧！我攻击力不够啊，我攻击再大一点才有可能，至少让我武器加2之类的。好吧，现在不太行，武器攻击力够大就 OK 了。
先来解一下你的。我觉得加二我就打得赢。是这个，很不错的目标。哎，为什么不见了？好远。嗨，没空没空。哎，这会走回去那个打那个机械生物的位置。说跑回来这里有意义吗？李嘎啊！李嘎克332330，感谢啊！太好笑了。还蛮好笑的，其实。哎，那我是不是不应该走这里啊？我应该从这个地方钻进来，比较稳。这里大家就回来打点什么东西而已吧，感觉意义不大哎。哇，全世界都想要咬我，38等，我看算了吧，现在打这个我会累死。好吧，算了。应该是一种捏他吧。不过他这边就开始给我20等敌人，是真的，我打20等敌人打得动。这边是我离开的石头，所以我要从右边那个沙漠往里面绕。呜，蛮累的啊，这游戏跑来跑去的。虽然做开放世界是一回事啦，不过其实跑起来还蛮麻烦。我看从那边吧，前面右边绕进去，很远欸。这种怪物到底是来干嘛？哦，战力破，突然の通信ですみません。話は聞きました。
迷子を探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そうですね。私からもお願いします。どうか早く見つけてや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れは姉思いのいい子なんです。おそらくあの子は砂漠地帯にいるかと思います。その付近にあの子の姉が必要としているパーツ、へこんだ金属板があるので。分かった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二人とも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。啊，三小，所以是大家都希望我帮忙找。我当然是没有问题啦，我有这么好。的妹妹，所以我要先跑往这个方向跑。太大只了。大妹。じゃあ、あとはこの子をパスカルの村まで連れていくだけ。でも、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をさまよってたの？哎，我那边还有任务哎，可以让我先让我解完吗？泣かないで。それでパーツは見つかったの？そうだね。けど君が無事に戻ったらもっと喜ぶと思うよ。我该不会这样一路跟着他走回家吧？太屌了吧！我还想要先去解那个任务说。降水量の減少のせいで植生が失われて、それに従って土壌が変化し。ああ、土壌っていうのは地面にある土のことだよ。土ってすごいんだね。白痴真的是不擅长战斗呢。それは気温や気圧の変化がっていうか、確かに風ってどこから吹いてくるんでしょうか。哲学的な問いでもありますね。ね、トゥビ。私に聞かない。机器人到底在干嘛？平常就这样躲在地底下面，是要从哪找取暖呢？还是乘凉呢？それは、あ、いや、機械生命体もアンドロイドも子供は作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て。子供はどうやって作るの？トゥービー。
そんな声で言われても私は助けられない。早く行こう。ほらお姉さん待ってるよ。はい、サイビン。这个妹妹通话电子音这么严重，请问她是一边讲话一边通话一边吗？我怎么知道嘞？她声线比较粗啊！你有看过声线比较粗的妹妹吗？这一个。大哥，大哥，尊重，尊重。我觉得我一定要爆炸。大一只爆炸也没几块，120而已。求鬼！你要多久？是哦，是哦。粉红缎带。你在推我啊？真想看看他到底走到哪里。不能动哎，一定一过去他就不见了。有，なんだかどっと疲れました。確かに。好的。哇，他直接修尸哎，すごいな、妹さん。这后面也有一个那个，我想先去深处的那一个。这怎么感觉可以爬？好远！三下，外来者！哇，机械泰坦！
太太，你这边特别滑，太太。啊！トゥビー、僕思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。何？美化されてますよね、サルトルさん。確かに、かなりね。他就不能开，每次看到这个不能开，老板大哥。比较麻烦，这个要后期一点。地图往那边开之后，现在好像过不去。这三小、啊，迷路的妹妹，沙特里哦，那个村子，边采访，我还要再回来这边。这是不是讲完话，我还要再跑回来跟他对话一次啊？他妈最靠呗，麻烦死了。这里有东西，看了就想上去。哦、紫禁之巅，啊！自由度不足，紫禁之巅不让人家上去。某种工具书。上不去，干！这里可以了。银矿，爬半天给银矿。阿紫又上不去，很巧，我怎么回去？哦，从这里啊。开放式游戏这么麻烦，所以我不是这么的爱开放式游戏。有趣是有趣的、啊，就很麻烦。经过这边有尸体还是什么的，他就会写正在连接网。哎，这些是
任务。看，也就只是记录而已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往回跑。干，最累。哎，我怎么变暂停？空中不能开这个，我变暂停。我要从这边绕回去，这个还不能解。我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流浪情侣哦，那个是那个工厂，嘎，跑去工厂。这边问号，这是不是刚刚那个打架的？我想要先回去耶，先回去军营把自己强化一下再说。打完一只网了，应该可以强化一下。Simon Snow， 感谢。So fucking 横，跑这个地图应该就可以跑掉两个小时了吧？我看。啊，回到回到。嗯？为什么进到了一个地图？什么都没有。过不去吧。他妈大鸡巴鸟哎！哎，不见了！刚刚听到大鸡巴鸟哎！哇，千里来相会，就终于跑到了。
最累这游戏啊。哎，只能死在这里，太好笑了。回来了。听听他的烦恼。失踪抵抗军储存设施。等下啊，不就在后面。哦，可以后，我会去后面的那一层。那个姐妹，打开就会有声音的盒子，让我十分在意。嘿嘿。月河，管理员的委托啊，我进不去。干，已更新失踪的抵抗军。看到了喜欢的画师，画了喜欢的角色，又是喜欢的剧情的本本 RDRRS。是哦，是哦，恭喜恭喜！你一定很变态。兽皮差两个啊，恨呐、啊！不过攻击力差太多了吧，直接差了快100。兽皮要去猎鹿、猎猪。咨询机体。扩充容量。合成晶片，哦，晶片好多。合成费用2000G，由于没有相同能力等级，所以无法。好，武器攻击压迫，哦，所以这个只是只能带，不能够合成哦。啊，我要合成，我那个吧，我要自己打到。这种都是人家身上捡来的，好像就还好。为什么这个石衣啊好贵？度变成十，嗨！哇，没有钱，买一些东西哈。耐电药，电击攻击无效，攻击压迫，这都是那个吧，实现的吧。哎，动物有以此喂食动物即可骑乘该动物，那么厉害，原来是有骑乘功能的。哦，这个什么厚重的词典一个5000，太屌了。机械生物的核心10000哎，这只能卖吗？看起来是哎，把鲫鱼卖掉。刚刚打到的，是啊，射击攻击暴击加2，近身攻击的暴击命中率提升3%，3%也太鸟了吧！而且那边怎么有一个空格，空那么大？那个是不是我用一阵子都没了？
最佳化。好，好，好，地攻击要反击蓄力攻击。长按可发动蓄力攻击三招，没有啊，所以它是要可以蓄力攻击的武器才行吧？好，那就没有用。移动速度加二啊！你怎么嘟不进去？移动速度啊！掉落率 up， 还有什么可以装的？那个药物啊，我就只能装一点点。26也太夸张了吧！暴击加六，不行啊！加三10%啊，这个嘞，这个加二8%哦，这把拿掉。好肥啊！这个太胖了，都放不进去。暴击的可以放。啊，剩这个嘞，这个是4还是5左右而已吧？太可怜了吧！啊，我都塞不进去！妈的！哎。色好，塞不进去，多赚点钱吧。然后我就去砍两只兽皮，来强化我的那个长枪。出来啊，瘦瘦，有了有瘦，啊，菜兵，兽皮，菜兵，奈鲁克，都好弱，刚不是捡到那什么加五加四的都不见了。兽皮、鹿肉、烂，兽皮有了，赶快回去强化。
然后就会去解那个，解那个，我先回去机器人那边把沙特的那个系列解一解。哦，这游戏很累呢，すごく忝です。啊，2500，没钱。我来卖些垃圾，自动道具。卖这个好了。强化挑衅，卖掉好了。移动速度 up， 卖掉好了。物理伤害减少，这可以强化吗？好像不行。问他，他有没有素材可以卖好了。银矿，哦，具有除臭效果。除臭效果。哦，水晶好像可以卖一些，水晶块算了，不要乱卖好了。这边都写着可以在商店换成钱啊，所以到底是能不能换成钱啊？应该没有必要留着吧？不然把一些鹿肉还打到卖掉好了。好了，钛合金凹陷金属板，好，我觉得我现在够强了。纯白契约，纯白契约不够。不是啊，你知道这种游戏有时候很搞，它上面写着可以换钱哦，然后后来跟你要。为了避免这种问题，我现在大部分东西是没有这么直接卖掉的。第二位拥有者是勇猛的女战士，她斩杀许多盗贼，成为英雄，跟当上小镇的镇长。时光飞逝，在某个月下，年华老去的她被年轻盗贼团团围住，洗劫一空，并惨遭杀害。哦，你大概是第四个拥有者把第一个那个美丽的妻子捅死了。那故事每次都这样搞，干你娘！哎呦，好啊！啊，我去尿个尿。我今天至少要把场上我能够解掉的支线解完，就可以休息了。主线就明天打好了。所以如果你想看主线的话，明天吧。我上个厕所把那个打一打。哎，哎，还够。
二，好少天。咦，这里跳过去是哪里？就是前往那个吧，好，我可以从这边进去刚刚的村子。哼，还可以啊，除了那个沙漠靠北大以外，这一部分其实还比我想象中的小。哎。我还要回去那个哎、欸，工厂废墟、欸、也是很远、欸。又更新了，我看我要回去那个嘛，我要回去乐园。500G， 感谢！哇，你第一次订阅也可以讲话、欸，而且还有显示、欸，恭喜恭喜！感谢！哎、欸，现在更新成这样子了，不错嘛，再也不会漏了。あの資材置き場の担当者が言ってたオルゴールって、これかな？かなり錆びてるけど。死体。持ち主はこのアンドロイドでしょうか。様子からしてだいぶ前に亡くなったみたいですけど。とにかくこの箱を担当者に届けよう。お、我其实没有在注意这一段呢，就莫名其妙捡到了。再见。
个月没通完，尼尔就先跳过不看了。鲁鲁加油！好的，再会。哎，这感觉可以去。啊，这边有什么？哎，这里竟然有铁。水蓝缎带，已完成迷路的妹妹。莫名其妙的，很温馨似的。区的铁丝五个，这叫什么？凹陷金属板跟钛合金。这里没有卖。哎，不是有一只谁有卖东西？天才发明家，这谁啊？哦，那我可以往那边跑，好像还好啊。那个沙特那一只嘞，那个洗白漆是不是还要再跑回去跟他对话一次啊？谢谢 XZXEV8945，真的哎，我还要跑回去跟哇天哪、啊，好吧，可能路上会经过，就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去吧去吧，去去吧，跑吧跑吧，虽然麻烦，但还是跑吧。哎，可是这边我还没去过。好奇的，干，我就会出事。看这个长长的吊桥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我看还是先乖乖把我手上的支线解一下好了。哇，他变成双手斧了。变三十的，好强啊！
谢谢 S 四七五二零二零，感谢。巨型合金损坏的回路，我没有巨型合金吧？目标地点的情报を入手。マップには。中代。哦，所以它会更新在地图上面，要我去捡。妈的！这里还真的嘞。反正会路过就去捡吧。嗯，哦，捡一下好了。声音啊，哎。突然没事想要找我来一场激战。正小应该不要上去跟他们打吧，波西哎呦！資材を入手。哦哦，なるほど。这样有了吧？我可以回去那个了吧？没空没空。这样三百块。哼，大，减少物理伤害加一，断掉了电缆三，还可以吧。下一个就黑带了吧，感觉好像还蛮好玩的。哇，下一个带等级40，我打不知道打不打的。
这里做一下记录。零啊！哇，累得要死，就这样子没了。若配合敌人的攻击方向移动，会弹开敌人的攻击，用意有大吗？感觉很炫，可是我觉得回避好像好用很多，回避就无伤，然后还可以触发另外一个攻击动作，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用的。好，然后现在还要去搞那只沙特花痴。